白银使者王爵的天赋是捕魂之眼，一旦抓取别人的视线，就可以全面共享对方的视觉和感知。齐拉，你负责将所有的白银使者送往亚斯兰国境内各处制高点。 发动矩阵需要消耗巨大的魂力，切拉，你负责把黄金湖泊的精纯魂力转移到帝都格兰尔特。贡特雷亚和寒霜寺使用。接下来，特雷亚，你就可以直接读取寒霜寺的视线。凭借你们两人的天赋，就能强制征用所有白银使者的双眼，将魂力感知全国境覆盖，形成捕魂矩阵。